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在山东的青岛。我们来到青岛之后呢，还没有坐地铁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去体验一下青岛的地铁。我现在是在青岛火车站这个地方，它是去坐三号线，我现在是刚进的。它在坐这个青岛地铁呢，你是需要再单独下一个软件青岛地铁，然后再我是绑着支付宝，然后呢才能刷这个机器进来。好，现在我已经进来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去。大家呢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在支付宝上直接绑定它，你要先下载一个青岛地铁的软件，然后再绑定支付宝才能刷卡进来。因为我嫌这个每次买票太麻烦，我都在网上直接刷卡进来，坐个四五站就可以。现在呢我已经是进来了，这个呢它是青岛地铁三号线的一个线路图。我们呢是在这个太平角公园这个地方下。我现在已经是出了地铁，现在我开始去到上面。我现在在这个站口呢刷这个二维码，然后出站。哇，它这呢还有扶梯可以上到地面。我是在这个太平角公园这个 A 出口 A1 这里出来的。我现在呢是已经在这个太平角花园这里上到了地面。这个呢就是它站前的一个样子。在我们上来之后呢，这里是有一个广场。我们从火车站到这个太平角公园大概是用了8-9分钟。这个呢是我来青岛这几天的第一次乘坐地铁。我们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乘坐地铁呢，我们在出了青岛火车站就可以看这个地铁，就可以下到地铁，然后去我们所想走的一个线路。如果大家不想在网上操作的话，它也是有卖票的地方。还有呢，它这个地铁里面是有这个网络的。在这个地铁呢换乘也是非常方便。我上来之后呢，它的旁边就是有一个公交站台，这里呢就是它这里的一个公交站台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在青岛乘坐地铁的体验先到这里，那我们下视频见。